由于本批出口活体鲟鱼体量大、单价高，对出口的通关时效具有较高的要求 ，Horgos 海关全程指导，加班加点验放出口鲟鱼。 货物到达口岸后，第一时间派员采取车边验放的方式实施口岸检验，不到2小时就完成所有检验手续，保障通关零延时。